来看一下大雨所造成的灾情，先看桃园的平镇鼓山有来传出即落基威康饮水脱臼即个灾情。伫平镇有哪有一个道路崩起，停伫路边四台车就那落来水准，好佳哉无人受伤。吊车甲落来准到内底的车吊起来，受到猛将雨方面的影响，各地拢落大雨。桃园平镇区双连里双连一段199巷附近100公尺伫步滑边的车路崩起。原本停在路边的四架车落来准到底，加在无人伤亡。在水头的20间人家厝的地下室，也是30年来头一次做大水。我是听到我家的警报器响了哈，后来我老公就出来看，第二次一走出来，车子就砰就掉下去了。那大台比较严重，好像整侧边都烂烂了。昨天有先把挡住这个过岭支渠的一些障碍物，先把它捞到上面来，至于渠道的抢修，我们会尽快招商发包来做一个紧急抢修。桃园市长陈文灿透早去平镇，视察车路崩塌的事故，讲到过岭淹残的水路，气候到达已经20多年，是有较久啊。初步跟判是连续几啊天的大雨，地处路基亚坑，不料紧急修理，也希望重新规划过岭淹残的水路，甲爆发边的车路。可能昨天的下雨真的是太大，一时的宣泄不及了。所以现在如果要新做的话，你们会建议他们就是水管往上走会比较好，方便排水。对，方便排水。我想因为极端气候，防灾的韧性都需要提高，尤其是在区域排水方面，我们也会加强。连续几啊天落大雨，桃园是真无平静。如果暗时除了平镇区车路崩了，地数四架车落来准高。鼓山区嘛发生山坡地有土石崩塌，当场一只轿车是规个密密麻麻，加在嘛无人伤亡。市长陈文灿除了指示工程单位都要加强巡逻甲检查，若是拄到上大雨的情形，较到淹水的所在都要启动水灾自主防灾的准备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